走安菲菲由一位咖啡师和一位彩妆师所经营的咖啡馆。咖啡独特的结合，空间里可以预约彩妆服务，老板请喝一杯咖啡，一举两得又方便的充分利用时间。上次来已经是快三年前了，那时候内用空间有活动，先做户外位置，外面摆设和店面就可以拍很多个人照。不过刚好有客人坐在那，有点难取角度，首图还是去找之前拍的。这次和好友们在附近吃饭，第一时间就想到九安菲菲了，顺便记录一下室内的摆设和格局。九安菲菲 Coffee and Makeup 地址，台中市北区五常街263号，电话 04-220-30311， 营业时间星期一天的星期五9点到18点30分，星期六10点到18点30分公休日，星期日九安菲菲 FB， 请按此咖啡相关的别针来，最上面有拉花的图案别针，很好看，适合咖啡人工作时佩戴，店里有老板的收藏，相信家里应该还有许多花卉和咖啡器具所结合的设计挂图，非常吸引目光，很喜欢。老板说是美国某公司专门为了咖啡馆而设计的相关周边产品，希望我没记错。老板娘的彩妆服务区域，朋友喝咖啡，你化妆也是可以的啦，素颜来，离开时美美的，满福薄爱。我以前蛮喜欢吃的 XD， 桌面触感蛮妙的，多人来的话只有这一桌和户外哦。柠檬千层蛋糕140美元，蛮清爽的，带点酸甜滋味。九安菲菲的千层蛋糕口感可以爱。海盐焦糖千层130美元，我自己是喜欢焦糖这个口味多一点，虽然偏甜一些，搭配咖啡饮品是 OK 的。饼干和脆片增添层次，非常感谢 Papa 手磨自家糖子蜂蜜莱姆气泡水130美元，不喝咖啡的纯零的饮品。看那株迷迭香生命力旺盛，老板照顾得好，应该还可以制作很多很多杯。冰美式咖啡团长的千古不变选择，脏脏拿铁130美元， Papa 女王的脏脏拿铁。难得跟我们出来吃饭喝咖啡，时间不太够聊啦。拿铁超级西西里美式气泡120美元一上桌，麦香让大家都觉得好看，喝起来也美迈，不来喝看看吗？其他餐点就不拿出来合照了，聚餐比较重要。国外街头的氛围，有设计感的户外区，室内虽然偏暗但也是有气氛啦，推荐给到北区想喝咖啡的你。蓝色骑士 IGBLU119CHESE 延伸阅读 Tilda 台中西区一人一半 Tomodachi 两姐妹的一人一半老屋，早午餐和日式刨冰，美味有温度。台中北区 OQS67 序曲新作品，早午餐金石和老宅古物空间。